いはい。はいはい。阿雪，对啊，阿雪长大，你们看啦，李彩洁啦，你们看啦，真的是。然后忘记擦口红，我放哪？应该是放这。嗨嗨，查奇！我跟你们说，我越来越会画眉毛了，好开心！谢谢塔哥的星之冠，谢谢。谢谢。居然还留着，因为理财姐没有收起来。放放音乐。哦，剪刀石头布，是这个吗？是什么？按回拆是不是？这要怎么用啊？回拆。负。回拆胜。耶！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我没有懂哎，什么意思？谢谢 Eddy 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什么时候发现？我刚刚化妆的时候才发现。按回拆就好了。哦，所以不用剪刀石头布。不会，没关系。草莓酱加油，加油！嗨嗨，黄鱼，什么意思啊？我还是不太懂哎，什么意思？嗨嗨，贵宅。表情超无奈，还好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回猜哦，系统随机猜哦，原来如此，负，胜，哦不，我不用猜哦，我以为我要猜，你们知道想要熊熊又想要霞霞的时候怎么办吗？你只需要有一个弟弟跟妹妹，就可以两只都有。你只需要一个弟弟跟妹妹，然后你就会有两只。对。谢谢 Popo 的星之冠。你只需要有一个弟弟跟妹妹，然后就会两只都有。对，小虾是弟弟的，然后熊熊是妹妹的。它的肚子超好躺哎，为你们示范一下如何正确使用这只熊。大概就是这样呢，然后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呀，肚子最好躺。我就常常，他不是放在床上，我就这样啊，然后把脸埋进去。霞霞被偷，什么霞霞被偷？对呀，他的肚子很好躺。卫生纸面具，因为理财姐没有拿掉它。
谢谢给我的心之光，谢谢。你们不觉得熊熊很可爱吗？我也很喜欢拉拉熊，也很喜欢阿旭。熊熊就是个疗愈的存在。谢谢扎卡的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对啊，大熊熊，它肚子真的很可爱，就是可以这样。很软，肚肚很，哇！谢谢何恩为我开通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何恩。剪刀石头布，我也要看啊！按回猜，平手，输了，赢了，好。扎卡，扎卡，拜拜！剪刀石头布，擅长才二，哇！谢谢扎卡为我续费12个月的粉丝团，直接一年呢，谢谢。快乐乐，谢谢艾迪的心之光。对啊，熊真的买了。真的买了。没有啦，我是后天，明天是自然组。打卡看看乐乐的打卡，大大拜拜。还要开了我的刘海，后天后天，明天是自然组，耶！剪刀石头布。输。输，怎么都输啊！我好飞哦。熊熊，你太黑了。剪刀石头布，我是文组的、啊，我不可能是理组啦，我超没有理科头脑的。喵喵，我要看大家都留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说这只熊代表伯乐嘞？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就只是爱熊而已，然后觉得它很可爱。放个音乐，喵吉哭。哎呦！奶绿生日快乐！生日的话要三乘以上左右。是非后天成人才好一点，也是啦，也是。扎卡对对，我们要把扎卡影片放出来。好啊，什么影片？我想看。地址写在那边，对啊，不用找东西替代。剪刀石头布，
拉拉熊，拉拉熊回家就坐电诊，好赞的感觉。我之前有去日本看到很大只很大只很软很软的拉拉熊，我原本要买，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赚钱，然后只有利用就是过年红包钱什么之类，然后那时候又是最后一天，然后就最后就没有买，因为它太贵。可是我现在心心念念着那一只很大只的拉拉熊，因为它真的很软很可爱。就是我忘记是不是，就是我忘记是不是跟人等高，还是比人矮一点点。然后就是你抱的时候，它会这样垂下来，超可爱。现在很热情的攻略，我没有。后面持续敷面膜，对啊，超可爱，我好喜欢拉拉熊。自己的钱购物没有，这只熊是，爸爸买给妹妹的。很大只，那个真的超可爱，多大？不是小妹，是小妹。哇，奶奶！QQ 的，你只能你哦，我唱错了。你妹妹太多，我妹妹在这里。我妹妹在这里了。自己在这里，我的一代跟二代在我包包里面。我把那个 Bellflower 用在我的背包上面，就是黑色的书包，太重了。莉莉一代跟莉莉二代。拉个面人质，大学好，那好好，没有啊，这是妹妹的，虽然是睡在妹妹房间。娃娃们的杰作，什么杰作？你，看，一代丽颜，二代丽，二代丽过曝了。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我超喜欢这个衣装吊饰，你不觉得很可爱吗？我会把他们都戴在身上，虽然戴在自己好像很奇怪。转头一下就知道，什么东西？不就韩寒那样弄他吗？一代力也二代力，大家可以去买起来，因为我也都把它放在。脚容易断，真的吗？可是我都没有断过哎。外房间收藏怕伤到，那可以多买几个啊。就是莉莉的那个，就是一个收藏，一个拿来用，一个等第一个用坏了之后再拿来用，所以要买三个。右边好还吗？没有啊，为什么要编？我还觉得很好笑哎。还有那个。那个挖两个洞，然后那个喜欢很容易，可是我都没有画哎，真的假的？我都买很多个，而且我的脚都是并起来的，所以应该还好吧。剪刀石头布，谢谢玩球的剪刀石头布，只买一个，不敢拿出来用。所以你买了，听说你买了六个还是七个，是不是？然后好像还把人家剩下的都买走，然后就别人剩一个，结果别人都买不到。所以你买那么多个荔枝，只买一个，所以荔枝不敢拿出来用，是这样吗？你把虾，剪刀石头布。
哦，是买了九个，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剪刀石头布，高速公司，一代买不到，一代买不到，可以买二代啊。二代都是过曝哎、欸，因为太白了。他被别人的人。没有，我没有背，我没有背。好，只要跟我们开会，加油，拜拜。两个栗子一代很可爱，我觉得一代二代超可爱的。本来要十个的 ，OK， 好，没关系，你比较可爱，栗子不可爱。二代上官还在吗？苹果没有买吗？应该没更新，嗯，好吧。上次来不及看，没关系，没关系，嘿嘿，全品嗨嗨。哦，对啊，扎卡，扎卡还没写心得哎，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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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太美了，不小心只买，真的吗？他有跟你买几个？不，好，我要来猜拳了。胜、平、负、负啊，负、平、胜、胜耶、yeah ，平手，平手。胜，平手，十一个，对啊，都输哎、欸，可恶！没有，我还没按，我都一次按，因为他一直点开，太花时间了。我那天就是帮妹妹拿熊的时候，因为她爱吃冰淇淋，然后我就说这只是宿醉的熊，就是那个宿醉的熊，喝醉的熊。我一代把买了，可是有人没买，他就卖一个出去了。我的吗？熊皮大衣，宿醉的熊。这熊超可爱，我的原来棕熊，我羡慕柏林家的熊，我可以当那只熊，那也可以跟布莉去睡觉。熊熊栗子喜欢什么颜色？拉拉熊的那个颜色或阿雪的颜色，我喜欢浅一点，我不喜欢这么深的。好，我还想，我今天不能躲。嗯，好吧，泡泡上班加油，加油，干巴爹。刚错过，想说，真的谢谢栗子，不是我的啦。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一列那个 staff 一定被我吓到，玩 gay， 不是我的啦。Butter 栗子，我不是 Butter。
我不是 Bertha。刚才 po 我密我说他想当哪只熊，熊熊可爱啊。自己断掉是发生什么事？有了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心の空に雲がかかって月を見えたくなった。これだけまでは暗闇の中に光。刺すのだろう想像上のジェラシーの鳥羽を。有了吗？有了吗？回来了。网络自己断掉了，我傻眼。啊，终于回来了。他自己断掉，因为我开热点，因为我觉得热点比较稳，然后结果他就自己断掉，傻眼。大家后来回去有晒伤吗？无所谓。有没有好好擦乳液？敷乳会。爱是的一点吗？爱是的一点吗？为什么还是一样？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奇怪，网络明明都很顺。背景这个吗？其实有一堆人晒伤，对啊，我那天看就是感觉就有晒伤。唯一支持熊艾丽，整个都变黑了，辛苦了。我们团目前好多人，有没有擦芦荟、敷芦荟那个？再去买那种一罐的芦荟啊，不然就是那种有一大片的那种，然后可以自己就是把它贴在手上。周可人周云辰，辛苦了。宣明不是台北人哦，宣明是哪里人？平手，胜，平手。爱上了的一点梦，どう好きになるんて、くずなくつばいのもって、あの日からあなたにラブ修行を。Your shot so Tiger, fire, cyber, fire, diver, fire, jump, jump。 谢谢西西的新之冠。 那张 Chow says kawaii。 那张台北人真的喜欢台南，就跑去台南读书的人，原来如此。台南这好辛苦哦，晒两天没什么事，超热。很多人中暑吗？我知道小雨有中暑，西西中暑，还有谁有中暑？好像很多人都不舒服。
你们等我一下哦，我试试看连回去那个热点。有了吗？顺了吗？顺了吗？顺了吗？有比较顺了吗？辛苦大家的握手会，你们握手会有吃东西吗？还是都一直在握手而已？有没有找时间出去吃？都吃什么？我原本想说，有人握我多一点，我可以推荐你们西门的好吃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好吃，因为我很喜欢去西门吃东西。就是去那边有时候不是去逛，就是去吃东西。西门好吃的东西很多，原本要推荐，我有推回去见大家的时候。好像有说的，真的假的？回去见大家的时候，好像有说的，真的假的？西摩只知道沙莉亚，还有很多好吃的地方，热到没胃口也是啦。就我就是那边知道还蛮多好吃的东西。超卡耶、欸、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要不然当天会吃很饱，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推荐给你们吃，那家真的还蛮好吃的。切，我刚才切过去耶、欸、因为它自己断掉，断成家里网络，然后我现在要切回那个，很讨厌。是呀，也卡卡，嗯。看我们是不是用同一家电信啊？不是的话，就是档的问题。不可能是我的问题吧？因为我的影片都可以照样跑啊！嗨嗨咪，嗨嗨，猜拳猜拳来猜拳，平手，赢了。现在赢几场？八场。快出！我以为还是两，笑死！天大石头布。好卡哦，好崩溃。
谢谢西西的 kiss 猪猪，谢谢西西的新的冠。今天是我有新闻上就不会说爱情离开好成品好修罗菜没关系，你握波的时候我也会一直看，可是我是看波的。很很出镜，真的都是韩寒啦。谢谢 Eddie 的星之冠，为什么这么卡？为什么？没有，全屏一进来就跟我玩 gay， 因为很好看，对不对？我也觉得还不错，可是它有点开了，它会掉。最近想买新的电棒卷，旧的那一只差不多快寿终正寝了。大家有没有最喜欢我握手会的哪一套呢？感觉大家对水手服比较那个，比较反应热烈，对那个就还好，对洛丽塔还好。等一下，粉丝们看不下去，你们两个先把面具拿下来。哎呦，咔一声。名牌上面的那个面具，哪里有名牌？这个吗？不要，一个半小时，这样到几点？Lumino Kisetsuga， 谢谢鲁蛇的剪刀石头布。发型的话是最后一步，真的吗？我原本要绑双马，双马尾是那个麦鲁跟我说那样很可爱，所以是麦鲁帮我绑最后一套剪刀石头布。相信微笑む去年の水木の二人。最后一套。在路走近我，永远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不认我的，你是不是觉得为什么会认得你全屏？我以为大家会不喜欢那个洛丽塔，所以大家到底觉得洛丽塔好不好？从这里上去一点。大家的翻拍全部都是翻拍，全部都是双眼皮贴。このまま物が那绝对傻眼，你就只记得那个。哦，又要下雨，很讨厌呢。好きでいた、スパニだ。双马尾太惊喜了，惊喜了，真的吗？今天是我生日，刚好比较喜欢玩这个，可以啊，新柳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事加油哦。有啦，西西有进步了啦，起码会看着我了，起码会讲话了。好，小弟弟们，起码会讲话了。好，小弟弟们，进场看，是不是？他还问你，你们说不认我，就好好跟你打招呼。没有啊。
这因为小雨小雨不一样啦，小雨是没有，不是这个梗跟你玩比较好玩，小雨太冷静了。我们都好好聊不了，对。谢谢心流的花枝精粹，谢谢。そんなの悲しすぎるじゃない。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双眼皮贴贴了很久，我眉毛画很久，双眼皮贴很久，心生恶念。気持ちだけずっと好きでさせて、谢谢何恩的 love， 第二天进步，因为第二天贴的比较顺利啊。现场都要吐槽欺负你，还是想想就好。不然你有没有想怎么吐槽欺负我？噔噔噔噔噔噔噔。剪刀石头布，没有，我是特别招待，对，特别招待，没有，可是布拉还是我的，没有，因为我有可能贴太多次，然后因为越贴会越贴不好。谢谢雨凯的告白气球，谢谢雨凯。哦耶，赢了！哦耶，赢了！哦，平手，再赢进赢平手，可恶！上面两个人是希望播，时间结果还没到，希望播完再来，什么意思？啊啊啊啊！好，哦，懂了，懂了，懂了。也就这样来面临鼓励，不然想怎么呛我？太在意，害我们一直看你的眼睛，不要一直看我的眼睛好不好？可是拍照比较好看。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石榴姑妈，上班加油，上班加油。呼，好不累，我对啊，我觉得 staff 应该。史戴夫应该很傻眼。等下，我想喷一下发胶，因为现在的刘海状态有点完美。肚子好饿，我还没吃午餐。
我想他，因为他好像他跟人交换了不可思议脸，什么意思？嗯，分太多了，没有，因为这一罐是小罐。谢谢鲁山牛比塔的许愿瓶。还什么时候可以下？因为我平常是用大罐，就放在家里是用大罐，然后这是我的外出罐，然后因为这一罐剩的比较多，所以一按下去就会很多，然后因为家里那罐快没了，所以我就按很大力，然后结果就不敢分太多，然后还吸到那个。那现在喷那个凉凉喷雾啊，然后姐姐不是帮我们喷脖子吗？然后那个就戴了口罩，然后口罩不是有一点点缝隙吗？然后这样就是讲话，然后就我就把那个全部都吸进去，凉感喷雾，然后我就吸完在那边咳咳咳。好，栗子虾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波！吸到啊！应该问好几个粉丝，就是他们应该都有看到我在那边咳，因为我就吸到，就我讲话，结果就吸到，然后就一直咳。一直下，一直下，拜拜。你们喜欢写刘海吗？谢谢，谢谢真情告白，谢谢，谢谢。大家可以多跟我猜拳哦，虾虾拜拜。熊熊，今天换你坐正一下。我去拿一个东西。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把戒指拿起来，刚才发现原来我没有戴戒指。有点热，换霞霞来了。熊熊，你先去旁边换霞霞。熊熊真的不傻。对啊，熊熊宿醉。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阿雪拿掉啦，面具拿掉。粉丝你好，我是，我真的一直咳欸。哈哈，旅馆。不要下雨。哦。不要下雨啦。讨厌。噔。哦，还超大，可以不要下雨吗？
为什么莎莎？你刚刚一定没有来听，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为什么莎莎。一次，一次，一次。等一下应该会出去觅食，可这样我就不想出去觅食。我担心的盒子可以。等一下，超可爱。哇！手机掉到垃圾桶里面。こんなに好きで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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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の身でいいのこの場所が也是啦。啊，那如果很热跟下雨，你们选哪一个？手机掉到垃圾桶里面。我应该先在这团才开会见，笑死！现在已经不是撞到敲到手了，是惨叫。霞霞，你的锅啦！霞霞都是你。热哈，你们都选热啊、哦？宁可热，真的假的？可是下雨不是比较凉吗？哦，他还有名次哦，我现在第十二名，十一 lucky。哇，七七已经五十几嘞，思雅四十几，哇。回猜回猜，来回猜一波，平手。热回去好像没事，南部人无敌，很热啊，因为我不出门。下雪切耳朵，现在超多人播的，难怪那么少人。下雨前会闷啊，也是啊，都可能会时间会烦躁，是啊。たくてもこんなに好きでも。一次。の場所から。何会いたくてもこんなに好きでも。通りもできない。でもでもの涙。每天都是防雨防泼水的衣服。哈哈噜噜。而且一直下雨，反正都已经放那么久，热真的还好，是吗？西西，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本体请出来呢？谢谢阿飞的追踪。剪刀石头布，等下再一次让回猜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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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啊，一点底线一点，本体。
可以的，可以的，是。小虾好好玩哦。剪刀石头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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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どのくらい飲むじゃん飲み覚ましたい恋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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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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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因为下雨，所以网络不好。没有啦，就是把自己压下去。你不要把你的本体请出来，但会一直让我联想到你本人。好难哦，赚钱好难。阿雪主播表示，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换霞霞来了。吃我快吐了，赚钱好难，真的。阿雪表示我终于可以退位了，霞霞换你。好想吃东西哦，大家午餐都吃什么？可以给我一点推荐，给我一点建议，给一点尊重，没有好不好？一直怎么又霞霞？为什么大家都问一样的问？因为那天就去某知名家具行，这样讲吗？然后那个就全家一起去，然后妹妹跟弟弟就说他们想买霞霞跟熊熊，然后妹妹就买了熊熊，弟弟就买了霞霞，所以你们要知道怎么拥有两只吗？首先你要有弟弟跟妹妹。刚睡醒还没吃，西西你不要一直请本体出来，我突然好想吃大肠包小肠。公司餐厅我没有这种东西。My sugar moonlight，好想唱歌、哦、我要我身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谢谢 Akira 的星之冠。记得蓝蓝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那个 Suki 啊，对啊 ，Suki 啊好吃啊，松屋也蛮好吃的。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
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至少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你知道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布丁店吗？不是，奶酪店。远远的心像快坠落，你们知道吗？见他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多想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你们知道吗？那个奶酪店，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哦哦，好像在那个在红楼隔壁条。红楼，就红楼在这边，然后这边有下一条。有没有台南人知道哪一家？爸爸好像知道哪一家奶酪很好吃。然后我就跟爸爸，就是爸爸某一次出差，我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你这次是去哪里出差？他就说：“哦，我去南部出差。”然后结果就很刚好，然后就跟他说：“我想吃这家奶酪。”然后爸爸就说：“好啊，你查他地址在哪里。”结果他就问他那个旅馆的，问他说在哪里。然后然后那个旅馆就跟他说：“哦，很近啊，就在那个后面而已。”就在后面也很快就到了，然后结果爸爸那天要回来，然后刚好可以买，然后爸爸就买了12颗，然后我们没有买芝麻口味，我买了12颗，我原本只有要叫爸爸买奶酪，结果他还买了，还买了乳酪塔，还买了荔枝玫瑰不啦不啦不啦什么什么的冻，然后买超多回来，然后他还加那个。就是保利龙香，然后就他去蔬菜已经大包小包，然后就他要帮我们多提那个奶酪跟那个奶酪跟乳酪塔还有果冻。不是，不要跟我说，对啊，没错。我觉得原味很好吃哎，我有没有哦？小时候记忆中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芒果很好吃，可我现在吃觉得还好，我觉得还是原味比较好吃。我愿做你世界里那最倔强的执着。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很想吃，然后我还在想说，成员有没有人是台南人，然后每周会从台南上来。好，没有。然后结果是布丁，它不是奶酪吗？它不是奶酪吗？反正就这样，我就很想吃，然后就是结果都没有人要从台南上来，所以我们没有台南人。奶酪啦，它是奶酪，它不是布丁。哪有便利商店买得到？没有，好不好？那奇怪，为什么我便利商店我都买不到？奇怪哦。那不是布丁，那是奶酪吧？啊，是布丁哎，布丁还是奶酪？啊，它不是布丁，可是鲜奶布丁，反正就很好吃就是了。下一次爸爸出差在家再买，自己做过就不爱买外面的，自己下手真的很夸张。可是那个给西要准备很多啊，那个很好吃，高铁的小七有卖，可是那也要有坐高铁才有啊。对啊，好吃的不对，你要吃别家，阿龟吃哪一家？嗨嗨，小华哥，谁先跟你说嗨？鱼翅哦。肚子饿，什么都好吃。在时尚店有卖，
哦，可是那应该只有台南的商便利商店有吗？北部有吗？北部没有吧？想你，今生一个记忆。不然我们来看一下每个县市的特色是什么。有很多想等着，午安安，午安安，小花哥。我会追寻他的明月与看月牙晚霞的泪光。这就是弟弟的，我还有熊熊哦。是谁的心呢？孤单的楼上。红砖布丁，红砖布丁是什么？一家店的名字吗？哇，台北市的特色是什么？钓到一只鲨鱼吗？这么厉害！有啊，我也有小虾。想着我爱的人，虾虾，台北特色，全饼很快。不要啦，台北还是有平价一点的吧。台北的特色是什么？凤梨酥吗？可能好像台湾特色，不是台北。台北有没有特别有名的店？嘉德，嘉德是排超多人哎、欸。哦，我上一就是上一次那个前面不是有来台湾吗？10月19那个小巨蛋那个，然后我就去买嘉德，就是我买一人两颗凤梨酥吧，然后跟很多就台湾的特就是什么七七乳加苏打饼干。然后我就包一包包，就是哦，还有那个荔枝果冻，荔枝橘肉果冻，就是圣香珍，是圣香珍吗？对，然后就包一袋给他们，然后我就排那个家的，哦，超多人，还有一个味道还是店家租金，笑死。围热山丘的也还蛮好吃的，可是家的很有名。哦，我很喜欢吃那个吐司条，吐司奶油条。眼睛进东西，我喜欢吃吐司边加奶油，然后去烤，然后再沾糖粉，超好吃。家的你真的吗？煮青好吃。我之前在那个那附近学国标，学好几年。是他咖喱饭，真的吗？我比较少特别去吃咖喱饭，咖喱饭都是我妈妈煮的，妈咪煮的最好吃。就让我融化咖喱饭，因为我们家不喜欢吃马铃薯，所以我们不会加马铃薯。然后我们也没有那么爱吃鸡肉，所以我们会拿火锅牛肉片，然后下去煮。我告诉你，超好吃，超好吃！剪刀石头布，噔噔噔噔，呀呀呀呀！什么时候下下了？跟那只熊熊一起买的。小虾是弟弟的，熊熊是妹妹的。翻肚龙虾，就让我融化。虾虾翻肚了，天啊！我也想吃。我最想吃，我还忘记还有哪一家，就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可是我就记得，我比较记得这两家。大家看，我会煮咖喱啊，我会煮啊。Hello， 我会煮，好不好？牛肉片很好吃，
我会煮，我还会煮罗宋汤，还会煮肉酱意大利面，还会煮什么？我想想，忘记。还会煮什么？蛋包饭也，炒饭也可以，蛋包饭也可以。只是现在浓稠的咖喱，我比较喜欢吃稠一点的。我不喜欢吃，我没有很喜欢吃汤咖喱。大家是汤咖喱派还是什么？我会煮，我会煮饭，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不会煮饭？可是我们家不爱吃嘛，我们家没有那么喜欢吃五谷跟茎类。玉子烧，其实应该算会啦，可是因为我们家的人不吃，所以都只有小妹吃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家不太会出现，玉子烧不太会出现，因为不喜欢甜甜咸咸的东西，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会煮啦，因为我们家是很就是算传统一点点，就是台湾的重大传统节日都要在家过，然后奶奶就是喜欢热闹一点，然后就是奶奶就回来，然后就是全部人就要一起吃饭，就是大节，就是什么中秋节啊、母亲节、啊、父亲节那种，都大家都要在就是。大家都要回家，就是不能没有到。谢谢西西的看好你哦。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人多嘛，我们家小孩又多，然后就常常要帮忙煮东西。对，不喜欢甜咸味道混在一起。有打算帮伯伯做便当吗？他会吃吗？会煮咖喱，咖喱没有很难，就咖喱块而已啊。可是我会先用牛油炒料，就是这样料会比较软，然后也会比较香。白饭绝对要香 Q， 对，不能太湿，白饭是最重要的。可是我可能就是可能还是没有七七那么厉害，可是就是还是。算会一点这样子，还行啦，就是基本煮东西还行，就是不是说到多厉害，可是就是还蛮喜欢弄吃的。谢谢阿 Kira 的花枝精粹，不是他会分享吗？他会分享，我有时候都没有听到，不知道都怎么讲。会做日式造型便当，其实我对日式造型便当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就是因为我觉得做完饭都冷掉了，因为我个人倾向吃那种热炒，然后就是比较。海菜那种，就是我喜欢吃热热的，我不喜欢吃冷掉的。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那个人也被。对，我喜欢吃热的，我不喜欢吃冷的食物。就是我觉得冷的就是没有那个在吃正餐的感觉。就是哦，每次去日本我很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那怀石料理不是都会有几个，因为就基本上说什么火锅，它不是有时候是有火锅嘛，火锅以外全部都是冷的，然后就是白饭是热，然后就觉得可以帮我加热一下嘛，虽然我知道这样不太好，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吃不习惯，而寿司可以，就是那个小菜就觉得。
感觉不太对。剪刀石头布，那个寿司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像那种，什么腌制番茄那种，就是腌制番茄，然后它不是，就是牛番茄，然后这样一颗下去腌，然后或者是就是很多，不行，就是那种我不行。谢谢鲁瑟诺比塔的石头。自己学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照片送我好吗？那些肌肉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平手，输了，平手，平手，输了，平手，可以让我赢一下吗？还是输是怎样？是怎样？连续输是发生什么事？我不喜欢，我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很喜欢吃番茄，然后就是那种类似的，就 ，oh no， 就是我喜欢吃，我很喜欢吃热炒那种。剪刀石头布，输了。怎么办？现在分享，其实有时候是想把 Q 到他一下。开心的分享，真的吗？我怎么觉得我每次去看的时候都是他在就是很冷静的时候。照片送我好，谢谢你，不要把你的本体请出来好不好？哦，雨下那么大，我想叫外送了，不想出去吃东西。时间可以抹去我的棱角。热炒超好吃，我超喜欢去热炒，然后吃很多很多白饭配热热的菜，真的是最赞。我喜欢吃凤梨虾球、月亮虾饼、空心菜炒牛肉、老皮嫩肉、铁板豆腐，然后很多哎，吃的时候真的超好吃。有些直觉会自己融化。你们喜欢去热炒吃什么菜？我超喜欢吃热炒的，就是我喜欢吃那种台菜。哦，豆干肉丝也不错。想想看什么？有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这个雨是用倒的你。哦。你也觉得是不是？你们都吃什么菜？快跟我分享一下，你们都吃什么菜？哦，五根肠旺也好吃。什么牛肉？沙茶鸵鸟肉。谢谢谢谢，大声说爱你。哦，你们知道以前有那个吗？唯舞独尊那个街机，我超喜欢玩那个，然后我就会打这一首《葱爆牛》，超好吃。哦，然后就有些比如酸菜肚片，就是酸菜肚片汤我也还蛮喜欢，我还蛮喜欢吃酸菜的。三杯清啊、哦，三杯田鸡是不是？客家小炒，客家小炒我妈很喜欢。感冒声。忘记关闹钟了。热炒，对，热炒，可是就是一定要配饭，不配饭很奇怪。笔记，笔记，为什么要笔记？的路线，我要我的世界，可我太特别。有啊，就会很完美。
就是我觉得糖糖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约一约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可以跟我炫耀，就是你们一起去吃饭，就是糖糖们可以一起。因为常常看那个零一的粉丝啊，然后还有谁，品涵的粉丝吗？就是大家会这么一起合照，然后就一起去吃饭，我觉得好像不错。觉得糖糖们也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去吃个饭之类的。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也不错。倒装，因为要就是这个闹钟只是怕我没有醒来而已，可是其实基本上不会，都会起来。对啊，我觉得糖糖们可以就是一起去吃个饭之类的。对啊，膝盖帮跟那个零一的粉丝数字君都很常去吃饭。我是不知道品涵他们有没有了，就感觉阿杰的风波也还蛮常聚在一起的，害羞得来得往。我觉得我的粉丝都很害羞哎，就是不是因为我很吵，所以是需要就是个性上互补一下。上调味就会很完美啊，对，有可能外线式都在结束感觉。这每一遍我还是最耀眼。那是西西的保姆，害羞内向，边缘人设。你们都自己说自己是边缘人，然后都不一起去吃饭，都不去认识一下，那就是你们可以一起去，就是熟一下啊。哦，蜂窝还好，原来我以为蜂窝很常聚。一世的美好，最近好喜欢听就是以前的歌。感觉很想要看，就是对啊，我觉得大家偶尔可以就是一起去吃吃饭，就像我们跟成员一起去吃饭。内向害羞，有集合大合照，真的吗？门总管，哈，好想看哦，到底是怎样？你讲的很容易。为什么是约糖糖去女仆咖啡厅？这首叫什么？风会超爱我的想说迷你风和我们的很难，但那时候都关了，所以比较没人。什么啦，哪会没人缘，朋友明明就很多。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我一世的美好。不然要吃啥，一定不推荐一下去吃热炒，热炒最棒。没有吧，是那种台菜餐厅，就是我比较就是喜欢吃那种餐厅，不然就是我吃的还蛮跳脱，不然就是日本料理，因为我很喜欢吃白饭。对啊，手滑哥周边都很多人啊，我很喜欢吃白饭，可以懂自己揪，然后揪不到人的痛，没关系，我也常常这样。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可是进来之后比较常救得到人了，就是救来救去好像都是伯乐。伯乐里面有空吗？哦，有啊，那我们去吃饭好不好？好啊。都不推 TP 哈，真的吗？可以推坑他们啊。好，大细胞拜拜，上课加油。哈哈太郎，一世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
双挑，酷吗？酷吗？我们都是固态个体的集合。的美好。小野青家里库存很少吃外食。陶雅哥跟家人一起住吗？然后他都忙，学生难过。熊猫。休息时间了，喵喵喵喵喵，有没有机会能看到糖糖、糖糖们一起大合照呢？想看，酷吗？酷吗？你酷。狗狗是什么？什么玩？好，不玩 pose。谢谢 Eddy 的新秀选票，来回猜一下。哦，赢了，终于赢了。熊，酷吗？还有什么？兔子，ウサギ。最初のウサギになろう。最初のウサギになろう。走れペンギン、そう書いても。其实我不会唱。小虾李水，还有什么动物？你们热潮喜欢吃什么？大家跟我一样吗？摇尾巴，乌萨基。没有 CP， 没有 CP， 虽然玩的粉丝害羞不敢打招呼，害羞什么啦？陈平，凤梨虾球好吃，一场宵夜变满汉全席，凤梨虾球超好吃，我喜欢吃凤梨虾球月亮虾饼，可是那算是比较甜一点的，只是凤梨虾球算是甜一点的，就是甜甜咸咸的。可是我难得可以接受金哦，我不喜欢金沙系列，什么金沙苦瓜、金沙豆腐，我没有很爱。可是我喜欢吃铁板豆腐，我喜欢吃很咸、很咸、很下饭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还喜欢吃菜包呢。没有啊，可是我觉得美乃滋很赞。然后我觉得巧克力米有时候会有点煞风景。我喜欢很下饭的东西。有时候在家，我都叫妈咪炒那个九层塔蛋，就煎那个九层塔蛋，或者是煎菜包呢。哦，告诉你，瘦好吃。金代金色巧克力好吃。三杯猪血糕，这个我其实不喜欢吃猪血糕，可是加了我不喜欢，就是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可是加了花生粉勉强还可以。对，我只要下饭都可以。你们还记得我以前教你们的那个吗？就是白饭吃法，就是可以加香油跟酱油，嚼嚼嘞就很好吃。喜欢吃辣，我其实还蛮喜欢，可是最近有在克制自己，因为不想让声音，就是不想让喉咙受到太多的刺激。对，所以有。克制自己不要太常吃辣，就是能尽量避免就避免，虽然我很喜欢吃。因为就现在比较需要用到喉咙，所以不能一直吃辣。
神经的排成这样，沙茶酱啊，可是沙茶酱不是很油吗？烧肉豆花吃白饭，这也太难过了吧！可以再加个烧肉哦，烧肉酱配那个饭也很好吃。瓦萨比，为什么是瓦萨比？啊！要轰隆隆了！你为什么要自黑呢，西罗库吗？啊！我都吃两碗以上哎。就是如果好吃的话，我可以吃两碗以上。就是吃某日式定食，我可以吃四碗吧，三碗到四碗，胃口好一点可以吃五碗。我就胖，超大声的雷声，整个轰隆隆，那个雨根本就用倒的，看出去全部都是白的。不是打雷，超大声！那个爱是一道光，那首是什么？欧若拉吗？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我现在就是一整个被嗡嗡圈粉、欸，超喜欢他的声音。嗨嗨，本丸1994的雷鸣，那是什么？噔噔噔，哦！好可怕哦！噔噔噔噔，这雨这么大，真的是。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人的神经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脸幸福的光点。好，你前期有吃两碗白兔。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对呀、啊，我现在就是好喜欢听这首歌，因为就想到嗡嗡。我们来听嗡嗡唱。要找一下嗡嗡的。唱超好听，超好听，我整个被嗡嗡圈粉。那我们来听一下那个主要哭哪里路，
我们看猪油菇那里路，猪油菇那里路，错了，嘿嘿。跟下真的吗？没有，今天一个半，可是没办法修答案，不是播到两点半。理由を知った僕を連れて進めわーどう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止まれない今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ならありがとう悲しみが世界に打ちのめされて負ける意味を知ってくれ不是啊，不是啊，一个两个啦，两个，哇呼，哦耶！我超喜欢听歌的唱日文。下下歌曲下来先去旁边。只有苦难的路，你是头号天心没错，你再爱我没错。快了一趴。啦啦啦啦啦啦！难得当薪水小偷。
你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享受。大家最喜欢吃什么？什么？比如说意大利面，还是咖喱饭，还是牛丼，还是什么之类的？一定追求你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个天使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西大调，西大调刚放过啦。大家最喜欢吃什么？你煮的都吃耶。酸菜，真的酸菜才是牛肉面的精髓。噔噔噔，妈妈的家常哦，真的妈妈煮的东西都超好吃的。我超喜欢吃妈咪煮的海底鸡面。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享受，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小心。这就是那个怀旧歌曲连放。对啊，海底鸡，迅猛巧福，对啊，可以只吃海底鸡面，就是海底鸡的罐头。噔噔噔，这首歌小时候也超常出现。噔噔噔噔噔，像海底针，不，还真的是不，结果是。负，输了，胜耶！赢，哎呦又输。对，爸爸妈妈煮的饭最好吃。对，跟 S.H.E 合唱，飞轮海跟 S.H.E 合唱。嗨嗨，三俊。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就不特别。眼泪再苦再甜，有你安慰又是晴天。今天再近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重现你我喝的痕迹。材料就是海底鸡面、酱油、黑醋、面条、小白菜，对，应该就这样吧。对啊，超好吃。水滚的先丢海底鸡下去吧，然后再丢面条下去煮，然后面条不要煮太久，然后再加啊没有酱油跟海底鸡罐头要从同时丢，然后就煮一下之后，那个把它拉来之后再丢面条下去煮，然后要上来的时候再加一点黑醋，然后再把小白菜丢下去。然后小白菜用余温加热就够，就是再煮一下下，然后再用余温加热就够了，不然那个小白菜会就是会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最后再加一点葱。然后每次我说这个要加多少，他就说哦，看感觉加。海底鸡不会耶。它会比较好吃。没有，我真的没有瘦哎，应该没有吧？我没有瘦啊，可能最近肌肉练起来了吧。
谢了吧，那是啊，那是谢了，没有，等一下，我没有叫你 Siri。蟹肉棒，蟹肉棒，蟹肉，蟹肉条，蟹肉条是加在蒸蛋里面，跟鱼板加在蒸蛋里面。剪刀石头布，谢谢心仪。没有瘦，但是有没有瘦？一瞬间没有瘦，好吧，真的没有瘦，但我变漂亮，谢谢，谢谢。噔噔噔噔噔噔，根本手都要被栗子握爆，本来是我的。到家里有玫瑰的精油，全滴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正在上瘾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升前要到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呀，快为我加油！嘻嘻的笑，我觉得 Will 变好看。什么面条？对啊，我找找看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就是家常面条。就是像这种，对，就是像这种面条，就很一般的面条。对，家常面条超好吃，这种就是就算水煮，然后起来加就是加点酱油，加点香油也很好吃，就是干面。一百就好看，不行，没有两倍好看要打开，谢谢。比较会打扮的吗？真是看好，我要念榜了。我先把那个按完。台风天宿舍那真的好吃，好吃的，对不对？小时候可爱，长大可爱，你有难看过吗？不会打扮的时候。是昏天的，那是一首歌哎，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你放电的微笑，让我灵魂出窍，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我爱情出乎意料。然后忘记怎么唱。拥抱着展现在爱情中，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这是圣女保镖，是圣女保镖吗的主题曲，丽丽漂漂亮亮，很可可爱爱。谢谢福圣圣圣平哦，这是一首歌耶，我可以放给你们听。你放电的微笑，剪刀石头布，输了，可恶！等下再看看有没有那个，你们真的没听过吗？对啊，
听过，一定听过，之前很红哎。你别急躁，跟着音乐数心跳，是谁在夜里胡闹，你那神秘的微笑是不安分的讯号，请再给我多一秒，电力传到你细胞，他的情歌全部都关掉，现在让我点击你心跳，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你放电的热感，我有夜深迷乱，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是不是一定有听过，被你神魂颠倒颠倒颠倒，我爱情出乎意料，陶言琳，可他现在好像改名，忘记改叫什么，空人生哦，现在好像叫，现在好像改叫陶曼曼，是吗？是谁在夜里胡闹？你那神秘的微笑，不安分的讯号，请给我。眼睛的心跳，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剪刀石头布，哈哈哈哈阿力，哈哈，哈哈阿力，嗨嗨，我要听唱歌，没有没有不好听，不要听丽丽，不要在我们在你面前说要听我唱歌，太可怕。当丽丽遇见丽丽。已经32分了，好，我要先猜拳，负，胜，怎么一直输？48次才赢15次。眼睛的心跳，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好，我要验榜了。在一瞬间引爆。你真心的告白，让我眼神迷乱，被你笑和颠倒，等一下哦。第一名是谢谢，我就给你尊重好吗，李弟弟？我没有啊，我最爱你们了，耶！这个才不是本体嘞，那你知道的，我还没有错你。可以唱歌，可以唱歌，唱歌，唱歌！我觉得不行，那边什么都要会，傻眼！唱，那你就唱大声一点啊！你那耳机3day的地狱辛苦了啊！没有两天而已。那被你同学玩掉，我没有，我那有玩掉，我没有玩掉你的时间，好不好？等一下啊、哦，我要继续放音乐。结论就是，蓝天帅的平常心 ，OK OK， 平常心。好了，我是后天才要考了，可以的，可以的。第二名是林国，谢谢林国，谢谢。第三名是益生菌，我要第一部我所谓的照片。好啦，晚一点，我现在有排排程，好不好？就是我有，就是为了排版，对，所以要排一下，对，要等我一下。接下来是第五名，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小班放长的，放月开的，放冷的，早上很累的，放假非常可以啊！欢迎大家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第六名是卢森诺比塔，神推理，莉莉，嘿嘿。
下雨天下到我手机没电，听台断断续续，只好补打。OK OK， 谢谢谢谢牛逼塔，谢谢。第七名是傅维，谢谢傅维。又不要大熊，又妹妹小夏，你是想更买更大的玩偶？所以我说，看你们小朋友，这现场很多明星，还是变成关键的菜菜菜单的。好，我会线上猜拳大赛，好好加油，谢谢。第七名是傅维，对，我刚念过了。第八名是志维，谢谢谢谢志维，谢谢谢谢。第九名是阿 K 啦。没关系没关系，这还是真的难的。OK OK， 我会好好加油的。谢谢谢谢阿 K 啦。第十名是尤鲁，谢谢尤鲁，谢谢谢谢尤鲁。第十一名是于卡伊，谢谢谢谢于卡伊。第十二名是 Eddie。来看看，没有，我这几天都很早睡，十二点就睡。谢谢，谢谢 Eddie， 我会加油的。第十三名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哪一波让你开玩笑？那那那停那那喵喵喵，又最疼的是你，你爱喵喵喵。好啦，看一点的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巴夏，谢谢你巴夏，虽然很难过，但是谢谢你巴夏。第十四名是加卡，小丽来，学生真的很可爱，刚好阿丽来嘞。反正这样手感都饿不得的，是一粒空一些的。好啦好啦好啦，谢谢谢谢加卡。第十五名是西兰。谢谢西兰，谢谢谢谢谢谢。我想看一下 Popo 有没有打。曾经考试考完，现在再看一篇晚上发，耶耶！再看一篇晚上发，耶！什么？真的假的？啊，第四名西洛库玛，谢谢西洛库玛。我真的没，我真的为什么我会没有看到啊？对不起，我先戳瞎我的眼睛。啊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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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什么什么呀？你现在肚子最软，我的肚子最软，谢谢，我的肚子最软。等一下。没有没有没有，没跳过来啊！对不起啦，我真的没看到，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少说第四名？对不起，我跪，手指跪，我跪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对，颜文字很像西西低头的时候，所以不是脸臭，是像低头的时候。谢谢婷丽的 kiss 啾啾，这样，我没有念到，谢谢婷丽。等一下哦，我要看一下婷丽第几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谢谢第三十一名的婷丽，谢谢谢谢阿丽，谢谢阿丽。我笨蛋的泪泪，当丽丽一点，丽丽要选一。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对不起，我怪好不好？我怪。
太想对不起。世界有多坏，对不起。对，面试自然准。好啦，大家说拜拜咯，拜拜。最终的荒唐，拜拜，拜拜。谁什么照片 ？Popo， 什么东西？对照图。好啦，拜拜，我会加油的，拜拜，拜拜。